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广东中山舞剧队季烈生。获得银牌的运动员是江苏代表队孙伟。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是北京体彩体操队肖若腾。请颁奖嘉宾和获奖运动员可以留念，也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。感谢颁奖嘉宾。请运动员退场。